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黄哥。今天呢，有一位同城的粉丝来过来找我拿一部全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，18款的 Air。最近呢，华强北市场这边到了一批好货啊。虽然说华强北这个名号呢，之前由于这个山寨翻新机名号比较响，但是这边的好货确实也是非常多的，只是说大家不了解、不敢相信而已。今天我们要面交的这台笔记本呢，性价比是非常的高。这款笔记本的二手行情市场现在是还有5800的一个价格，而我们今天要拿到这台笔记本呢，是全新原封未激活的，拿货只要6200，可以说是新机的品质，二手机的价格，简直是太香了。13寸的 MacBook Air， 16+512G 的2018款，全新的。来。放心，这都是全新的，直接就发着了。用得好的话，到时候再来联系我，好吧？好的，大哥。给那位老铁安排完之后呢，我们又来到远望新机市场，给一位老铁拿一台全新的华为手机啊 ，Mate 40 Pro。在拿货之前呢，我就给这位老铁说，目前华为的机器都处于溢价状态，拿货都是要加钱的。而他呢，也是一直在考虑是要这个华为的，还是要那个苹果的12 Pro Max。我个人是给他建议要拿这个苹果的，但是这位老铁呢，也是一个国产粉啊，坚定不移的要拿这款机器，最后也是没办法，就给他拿了。等一下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的真实拿货价格到底还要加钱加多少。40 Pro 给我开一个来，蜜银色的，几单啊？128，蜜银色128的是吧？嗯。华为现在还是溢价这个，但是溢价不是很多了，现在前两天的话都要6700多的，现在6500的溢价100多块钱。现在呢，这个机器呢，我们已经开好单了啊，等一会儿的话我们要给档口啊，给人家打款。这位兄弟呢也是第一次跟我打交道，可能是由于不太信任，没有直接上来给我发那个转全款，有点担心，我就让他给我发了一个定金。完了之后呢，我开好单子，我才给他说机器开好了，他才把尾款给我打过来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们机器拿到之后，还要给他拍一个详细的配置啊，确保是他要的那个机型，准确没有任何问题之后，我们才会给这位老铁的发货的。小王哥呢，也在此给大家保证一点，我不可能说是因为这一台手机去砸掉我长久的生意，因为现在说实话，做什么行业都比较困难。只有好的信誉才能保证你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的长远。这位兄弟拿的是一台8+128G 的啊 Mate 40 Pro， 是那个老包装的啊。虽然现在拿货呢还是处于这个溢价状态，但是对比之前要加价300-400的行情已经好很多了。目前的话对比官网的话就多了几十块钱，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的话我们这边拿货都是一个现货啊。现在呢我们把机型和它的这个配置啊直接发给老铁，确保没有问题啊。等一会儿的话我们就给他安排了。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小黄哥，如果有喜欢我淘机视频的可以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